是法华经说到，到多宝佛说到弟子们要见多宝佛的时候，要佛的化身全回来吗？你就是佛吗？法华经是说给佛听的，你难道忘了你是佛吗？你的化身全回来，涅槃的佛就在那，你可以见到释迦牟尼，你可以见到多宝佛。哇，那个时候不是你的，你见到了自信啊，跟禅宗的见性是两码事啊。你见到的是多宝佛，见到的是涅槃佛，你见到的是如是，一切都是实相，相就是佛，相就是佛，不是虚妄的，相就是佛，相就是实性，不是诸相虚妄，诸相都是实的，不虚妄，诸相不虚妄，见相即见佛，见相即见化身，即见报身，即见法身，这就叫如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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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是相，如是性，本来如是，见菜见性，见相见性啊，不是把相破了见性啊，没有相可破，相本来虚妄，但是跟禅宗的还不一样，禅宗的见性还有一点自信的，是法身见性，因为它没有那种正量，它是法身见性了，法身的见性。这个是连报身都沾的，你可能会真的看到一尊佛坐在你面前，你觉得它是虚幻的吗？在那一刻，诸相不虚妄，虚妄是相对于真实呈现的，你为什么不能说诸相真实呢？你认为你面前的相是虚妄的吗？超越觉受的真实，当你没有觉受，又是写真实，你现在是在你分别执着里边的真实，你觉得你实实在在在苦乐，你在生灭，你在涅槃，你在解脱，超越五蕴以后翻回来的真实，你难道不是佛吗？五蕴皆空以后的真实，你坐在这儿，你就是佛，为什么你不是佛？相就是佛，看见相就是看见佛，但是你已经不着相，也不着佛像，也不着众生像，也不难，真的也不难。这真的是最高的，这就是最高的，这就是最高的。禅宗是以心应心的，还是应心？对，还是在应。应，知道吧？楞伽还是在应。妙法莲花是实相，告诉你，真的最后的最后的东西，佛跟佛说的。妙法莲花一定是佛告诉佛的东西，所以跟你看妙法莲花经，首先要把自己放在佛的位置上，否则你不可能知道什么是妙法莲花。你的心要放在那，平等的对话，跟释迦牟尼佛很平等的对话。你用意念，你不是佛，你已经听不懂了，你已经错失妙法。你觉得你不圆满吗？你着相了。你觉得功德不具足吗？你着相了。你觉得释迦牟尼佛是八十随好三十二行吗？你着相了。你觉得什么？所有的你的五蕴都是着相了。所以你认为你是佛还不行。但是我们要先讲这些，先要从最高的学，否则我们会错失，因为这个世界太无常了。先把最高的学了，反正最低的学到学不到，我们也不遗憾。我把最高的看了。